总共有八个分班的河美农会加建班，为着要应应将要来到的中秋佳节，由内上分班27位加建班成员主动制作两人数，要来分送100盒，提供给家户中心，甲所有的辅导家庭分享，让伊拢会当享用到好食的月饼。未来加建班嘛将会来制作饭包，分送给镇内所有的独居老人，希望来关怀每一个社会弱势。一套炸河尾加酱班的姊妹，就聚集伫河尾农会四楼，做伙糯米粉、拍鸡卵，希望用满满的爱制作出上好食的两人月饼。因为是要送到家户中心和辅导家庭使用，所以每一个细节是都袂使凊彩。家政班的阿姊、小妹、阿姨准备要制作100盒的蛋黄酥礼盒，和家户中心，希望所有乡亲拢会使有一个快乐的中秋节。啊，家政班是咱河尾一寡遮的妇女的一个聚会场所，和大家有学习的机会吼。啊，咱这边无论是插花啦，还是月饼啦吼，啊，开足多的班吼。啊，农村子弟的妇女呢，拢有来遮个学习的机会。啊，即届呢，啊，响应这个节日哈，啊，咱中秋来送月饼，啊，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吼。啊嘛，咱农会总干事吼，啊，咱张经理、张总干事，啊，甲咱理事长，啊，甲常务干事，非常非常的用心来办理咱啊河尾农会。李顺利家政班27个，啊，迄落阮若咧开班会啊吼。拢一定爱招来才开班会，啊，拢吼，阮农会是这个指导员哦，太好了，拢来甲阮指导，啊，阮大家拢做啊足舒服的，大家做啊足欢喜，真高兴，嘿啊，啊那来，对，啊那来家政办，大家哦，你看大家欢喜啊，足欢喜的呢，做这真有意义，阮拢会做义工。啊，月饼做啥？咱要做啥？月饼做啥？要来做饭包，独居老人家。河尾农会总干事张进义指出，河尾农会除了透过家政班结合社区之外，也希望透过社会公益亲近乡亲，未来更加希望透过自善自销服务所有的乡亲，让家政班的功能更加明显，农会甲民众的关系更加密切。是咱河尾家政班吼，啊，来个中秋月饼吼，啊，这段中秋节前夕哦，咱家政班吼，拢陆陆续续吼，然后有咧制作个中秋月饼。咱家政班伊平常时，咱有请老师吼，来传授伊个手艺吼，啊，伊甲平常时所学诶，啊，展达伫咱中秋节前夕来展现出来。啊，咱今仔做这中秋月饼啊，啊，伫咱平常时吼，伊会做伊个特色吼，啊，要甲这中秋月饼嘛有做一寡送哦，咱咧家户中心，咱关怀咱这小朋友吼，伫中秋节吼，来感觉咱这社会温暖。家政班送完中秋节的蛋黄酥了后，未来也阁将制作饭包分送给河尾目前超过500位的独居老人，让社会充满爱甲温暖。河美农会家政班，收啊！新中华新闻江代锦河尾采访报道。